欢迎大家参加广汽628超级品牌日的活动。今天呢、是我们广汽集团23周年的生日，在这里啊，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。23年以来啊，我们累计产销1500万台汽车，1689万辆的摩托车，啊，实现销售收入啊27000亿，上交利税超过3800亿元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今天呢，这么难得的机会，这么多朋友为我们广汽集团庆祝生日，我非常感动，希望各位啊继续支持我们广汽，我们也将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匠以心，品以行，坚持把品质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，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挑到自己心仪的爱车，把广汽的好车开回家，好不好？好。